柯文哲传出来的是赖香伶跟张齐禄。柯文哲不会点头吗？不知道，就不知道啊。我很确定一点，就赖香伶如果没有柯文哲同意，他不敢去。张齐禄也是，也不敢去，因为他们等于就是说是柯文哲提拔的人。如果否决的话，意味着民进党的嫁妆没有打动柯文哲的心，就表示国民党的聘金，柯文哲觉得不满意也可以接受。表面上的情绪啊，拥抱、握手，我不相信啦、啊。